享受他的同在，用真诚的心，用敬拜赞美来开始今天的聚会，因为神是配合一切尊崇的神。哈利路亚。
哈利路亚，神啊，你是配得一切称颂的神，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的双脚跳舞，使我们的灵欢唱，全地都向耶和华发出大声的欢呼。你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愿一切荣耀都归你，愿一切荣耀都归你。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。
你对我们这么的好，感谢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谢谢你，主，今天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。
主，求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守洁心清的侍立在你的面前。阿爸父神，主啊，今天早晨，主啊，求你也对我们的心来说话，摸着我们，主啊，医治我们。主在我们的里面，主若有各样的软弱、各样的难处，主若有被罪捆绑，阿爸父帮助我们，就把我们脱离罪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圣洁的生命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。阿爸父神，主耶稣，主啊，也断开一切的锁链，主啊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。主，我们当中，主啊，若有病痛的，求你医治。主，若有在财务上有需要的，求你供应。主，若有在情感上，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求你为我们预备。阿爸父，求你敞开天上窗户，倾覆下来。主啊，当我们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，主，你替我们背负重担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主，这个时候，主，我们按着你的教导，我们如此同心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